Hello，大家好，我是安。所以，这一次我组了一个比较算是二线队伍吧，来打这个淹死船员，不对，淹进船员。然后其实上回打赢那个农庄之后，我们有，我不知道星空怪什么，然后我们有拿到四个，碎片雇佣兵。应该不能移除这个效果吧？我猜应该不能啊，对吧？不能移除碎片雇佣兵的效果。碎片雇佣兵应该就是他基本上全部都升满，全部杂营技能都有，然后装备也都全部都升满，然后他们在马车的这边可以拿到，我已经全部都 全部都雇完了。对，那理论上这些碎片雇佣兵好像就应该要到这个无尽收获里面去打。那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还是算了啦，因为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饰品，所以我必须要带我自己的饰品进去。然后这样子的话，那。基本上是现在这四个人，我还缺一个捕食啊，没有人会治疗。然后基本上这几只也都不大会自己治疗，所以就变成有点麻烦了。所以而且打完这个好像时间是不会前进的，所以你在那些输压他人还是在输压之类的。对，然后我现在也不大知道这些粉可以干嘛，这些碎片可以干嘛。所以就，我想说先再打一个地图看看，然后看会不会看到更多这些碎片雇佣兵，然后再看有没有比如说一个好的捕食的碎片雇佣兵，然后再看要不要打这个农庄吧。然后话说打这个无尽收获，这无尽收获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吧。可以在任务期间找到营地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就在这里死掉的人，好像过一阵子会回来之类的，所以 很特别。就在只有在无尽收获会，前面两个其实是不会的。而其中证据就是我们打第一个那个有死掉一个 hanger 墓园在哪？这里，他应该就是死在那个打碎片的时候吧，如果没记错的话，痛苦的腐蚀，对吧？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就来打这个船员 这几个有一个四等的吗？对吧，有个四等的修女。我其实不大确定要不要带四等修女，带四等修女会比较稳一点。还是要带，我有一个两等的修女。精神。带四等修女会比较稳啊。可理论上这样应该是蛮稳的才对，应该啦。他有海湾恐惧症。算了，我们来练一下低等的角色吧，把那个修女身上的装备拿下来。有什么快捷键可以直接？等下，这样要升他的东西，他都升到三了，把他的那个护甲升一下，应该不会太贵。我超少用他的。看，现在这样超穷。
好啦，走吧。不好意思，讲的有点多屁话。这有一个，这应该带一个火把就好了。好、啊。啊，其实搞不好应该带多一点东西，因为是打怪。And so I undertook to receive my most curious deliveries by marine shipments. A sheltered jetty was accessible by a narrow stone stair off the back of the manor, and a discreet system of pulleys could hoist even the heaviest prizes up the rock face to the securely tied dinghy below. Oh, 没了。The poor devils, chained and drowning for eternity.Another mariner, another misfortune. 啊，他才两等哦。他们是原先就有一点压力，是不是？九点压力，十一点压力，他应该是原先就有压力。啊。我刚侦查，然后打架。OK， 嗯，亮度有差吗？海湾拾荒者，不好意思，我再 double check 一下，再稍微检查一下。其实我们打小怪应该不用用到弱点术士，深渊炮击，我带深渊炮击吧。打王的时候再换成弱点术士。哦，这个家伙是新进的，我新买的一个 hanger 的样子。对，因为他应该是天生就两等，嗯。他应该天生就两等，所以他进来的时候就三点，就装备都升好了。赞。晕眩吧。他们流血抗性只有24哦，好寒哦，赞。然后是，其实就要死了，其实就要死了。拜。对啊，他自带这招会自带减流血抗性哦。哇哇哇！所以这只其实是超级流血脚。好憨哦，两点伤害，开云好了。哇，这减流血抗性超强！好啦，呐喊一下呗。呼呼呼！那样反而比较不好。三。Seize this momentum. Push on to the task's end.
对啊，我们这是要打死汉克人吗？彤彤，Mind that such missteps are the exception. 我们有带绷带，我觉得其实就算了，我不知道。彤彤。藤壶，其实来这边好像应该多带一点铲子，没事哦。OK， 点个火把。不要害怕啊。等下，我该不会没……哦，我带食物，有点害怕没带食物。再给他 buff 吧。还是有点快啊。抵抗的好，啊死了！战。行。没有任何东西。这只好像有点强哎。嗯。我们受到惊吓。痛！我想一下哦。剩一滴哦。他是只能站在前面两格才能做事。深海呼唤。As the fiend falls, a faint hope blossoms. OK。彤彤。斩。他血量真的超多。五点血吧。哦，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了。他这个三等的是会，他是比较高的流血量。超靠赛。
我这样下了你就死了。赞，很多火把、啊。钱有点少，这有战斗，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判定的？那其实还蛮憨的，五十几开战应该 OK 吧？他闪避率应该蛮高的，因为他装备都升满了。其实我们应该直接硬靠后排的感觉。哇 ，QQ， 这样一个是失误。研制，这样就死了吗？我们就专心处理前排就好了。哇，这样还是超，这样他防御还是六成，赞。流血抗性也蛮高的，可以治疗啊。他死了，审判吧。赞，完全零压力。有解毒，其实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在想，如果要把收入最大化的话，可能应该要让一些，就像这种，假设我们多带一个四等的话，搞不好可以让一些人没有带装备，这样子这些装备就都拿得起来，这样真的超贪了，呵呵，把翡翠丢掉好了。这样真的很贪呐、啊！有探索吗？没有。吃？哦，又有鸽子了，太棒了。这个要，这个、有那个铲子会比较好一点。硬开吗？硬开看看好了。A fortune waiting to... 因为感觉有点难走回来。Q
QQ， 哎，没事哦。嗯，点一把吧。五十？我还有钥匙吗？我还有钥匙。哇！他是什么？对，他什么事都做不了。对。先把这个人晕起来再说。其实这两个大家还是要换位置。这家伙还是要先处理。算了，这真的太强了，这个太强了。换位置吧。只是有点怕他会爆炸。我其实不确定它到底什么时候会爆炸，它爆炸了 ，QQ， 它刚好死了吗？赞像我们其实还蛮强的，他没有在40%以下，他显然40%有两招可以用啊。等一下这个，他40%是多少啊？20要到8哦。要八也太憨，算了，还是奶他好了。奶他也超憨，他是不是流血死掉？他流血死掉。These nightmarish creatures can be felled. They can be beaten. 赞。王记这会治疗还是会减压力？这会减压力。我一直中陷阱，不应该中陷阱的。我把圣水喝掉好了。等下是不是有？先不要好了，先不要。我还蛮确定要先靠他的。碰碰。confusion, nerves, and panic. 食物跟闪避的差别在哪里？抵抗什么？可这家伙是专靠后排，是不是其实还好？我要让他喝圣水了，喝起来，喝起来。等一下，我考错了，我应该要用深渊炮击 ，QQ。
鞭挞之余。晕他吧。他奇怪死了。好啊，治疗吧。赞。最大治疗量啊。啊，他有招式可以用。哎、40% 是十哦。我数学有这么差吗？哇，有这个哎、有铲子，铲子其实还蛮好的。我想把食物吃一吃吧。铲子要拿，应该是把这弃掉，然后拿钱。侦查，哇，有秘密房间。看秘密房间，等一下。好，我们先去这里吧。干，这个有点头大，因为秘密房间如果秘密房间感觉只会给我们三个钱吧，那样子其实有点头大。干 ，QQ， 这样他有点需要减压力。我不要他疯了。他疯了，暴虐，frustration and fury。其实有空我可能应该研究一下，那这些负面倾向到底会做什么事。其实还蛮悍的，哇，暴击，感觉好憨哦。他暴虐的话会打比较痛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你会做什么事？为什么感觉做事其实还不错？我还是晕他好了。哇，这样子流血就直接死掉啊。还是把它拿起来吧。要打架对不对？对，要打架，谨慎一些。贝壳，贝壳好像也要用那个。抵抗什么？哦，是另外一个。哇哦，他也还没死。他 buff 了一个死人。
他死了。这样保护效果会不见。哇！拿一下好了。群不好了，这样其实算打得很保守了，还是晕他。狙狙。我们可以直接砸赢啊！Huddled together, furtive and vulnerable, rats in a maze. 这还会防止夜袭。到了。In radiance, may we find victory. 我看一下，我有点忘记这次要用铲子，它有直接显示吗？我铲子吗？我有，可能不是要用铲子。我首先去个厕所。巨棒！哦，真的是用铲子。钱钱，钱钱 is very nice。
这样我们可以去秘密房间吗？嗯，丢绷带，吃食物，还是要回来啊？还是去秘密房间好了。对啊，要钥匙吗？对啊，所以丢这个，丢绷带，然后看要丢食物还是丢，应该丢食物吧。嗯，还是丢翡翠。我一般丢药草，不过我们再来丢食物看看好了。丢食物一般来说不是太理想啊，可我们也是绝对不可能丢火把。Glittering gold, trinkets and baubles, paid for in blood. 65%, 60%, 70%, 70%。干，这样他会有压力。Curious is the trap maker's heart. His efficacy unwitnessed by his own eyes. 嗯，对吧？战斗减一兆好像可以吃，啊，直接把它降掉。10%，3%。嗯，哇，好多东西。食物可以直接吃。可以直接丢这个。围摊，围摊。Wealth beyond measure, awarded to the brave and the foolhardy alike. 感觉应该丢黄水晶啊，因为黄水晶量1000嘛，然后这个最多可以变成1750。有人叫我装扩充背包的，骂的啦，可是我其实不大想装。目前不大想装任何骂的，尤其是会让游戏变简单的骂的，因为目前其实还玩的还行耶，没有到很糟，感觉要自己用手挖了。QQ。Iron, you must rely on flesh and indefatigable purpose. 地图。Okay. 这会降压力吧？还是干嘛的？干，我比较想要反应快速。QQ。啊，有点暗，不要受惊。OK， 直接怒靠后排吧。三，其实有点硬，因为主要是压力吧，而且我不知道船员会干嘛。我有看一点点影片了，一点点，干有点痛。要晕人吗？应该要晕人。狂暴级，真是不错。这全部晕晕吧。这应该都死了，刚刚好。
只聊了，哇，那没有暴击怎么会治疗那么多啊？这样他还死了。我想一下，他没有降压力哟。Remind yourself that overconfidence is a slow and insidious killer。我没有要往回走，所以这食物应该吃一吃比较好。剩下就丢了。哇，我们接下来就要打王了。啊！我要点火棒，怒点直接点完火吧好了，百滴血而已。那三小等等 ，OK， 这对他来说还好，他抗位移是200啊，我位移命中率是120，感觉应该给他虚弱诅咒吧。他其实对我还蛮仁慈的，晕眩都是。其实几乎还蛮血，这只好像会拉一个人，然后把盐固定在原位，所以其实我们阵容不是很理想。他晕不晕得到吧？晕到了。其实好像可以把他烤爆哎、欸，不知道如果直接把他烤爆会发生什么事。OK， 我没有很想站这里，谢谢你。赵云吗？抛锚？对吧、啊？应该是，他这样会无法移动。安安，等下突然就回血了，好憨哦！他会一直增加压力的样子啊，算了，把他这样防御会回来的样子。那什么鬼？哦，把别人往后。他其实有点憨。我们应该全力靠他。Q， 审判你。
可能应该再给他脆弱诅咒，还会慢慢回血，好憨哦、喔。他已经疯过了，闪避。Oh no！ 我要一直疯狂回血。与逆同罪，什么鬼？好像应该要把它靠掉，事态有点紧急。三，我在录影。恶魔之力，然后他会心脏病发，他心脏病发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我有绷带吗？没有，没有绷带。要不要激励一下？不知道。我做错事了，我做错事了啊！有点紧张，不要紧张，有点紧张啊！他会疯掉，他会完全疯掉。我们减压的人很，我们完全没有减压的人，他要直接靠动这一只史迪，史迪可能够好啊。看，他想办法救你啊！你要疯了，他完全疯了。干，他要回超过半数血，二到三。Oh no！ 要换他疯了，晕他好了。快晕到了，赞，闪得好。我想要直接把这只烤掉，如果可以的话。
有机会吗？哇，他没有，他直接回满了吧？把他回满血，敢跑马招会回满血，有点过强，我觉得。审判，我们这只角色不会做伤害，有点麻烦。闪闪的好，我没有闪好。哇，竟然晕到了。他是真的要疯了，他好像真的要疯了。十二滴。我不要他疯了。Perched at the very precipice of oblivion.加油！这要死啊 ！Oh my god！ OK， 可以可以。这应该大于750块吧。哦，应该丢钥匙，应该丢钥匙。OK， 我完全都完全处理完了吗？嗯，完全处理完了。OK， 贪财阴谋，有鬼！ We dug for months, years. 我的那个队伍零等，我们现在都不考虑。哇，真的一直来欸，有神秘学者哦。To fight the abyss, one must know it.我实在搞不大懂，到底赌徒，嗯，我们应该不需要他变尸皮，我没有办法想象你会做什么事，医生天赋。嗯，我们有两个小丑。我猜应该还是要顾他吗？英雄兵蛇，你就开这个好了。这样应该就可以全部顾了吧？没有办法，所以最多，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最多七个哦，道理何在？道理在哪里？真的哦，这都是最多七个。他感觉没有很好啦，因为一半近战，一半远程。医生天赋，可是另外两个正面天赋都完全没用。哦，对，他会一直
我觉得焦虑蛮糟的，焦虑还蛮糟的。要么就是，这是唯一捕食。我们现在应该要出团了啦，就是雇佣兵应该要出团了，然后。只是那个团长什么样子，然后要不要连出两团？可只能有七个雇佣兵的话，焦虑真的还蛮糟的。这只有点好啦，这个职业有点好。赏金猎人，我有赏金猎人的装吗？有。还是就算了，算了好了，因为我猜小丑还不错。但压力超大，先去教堂刷汗吧。贪财。十九，来去释放一下压力好了。啊、他只能够鞭刑，鞭刑好贵哦、喔，还是就算了，因为其实多少39有点多，啊、好啦，你刚表现很不错，我觉得这一只还蛮厉害的，我不知道，可是他只能够鞭刑，其实有一点憨，其实感觉没有前进多少。烈酒，等一下应该是他们四个要出去，然后这里有些人要出去，应该是这边人先出去，然后这边人再出去，然后，所以我可以校正他们两个，应该没有人生病吧？没有人生病。我可以让他变强一点，应该是把阴芒弄掉了。这四个吗？没有错。然后，所以这两个可以，我快速治疗。大惊小怪，不然就是让他们俩变强一点。腕力虚弱，其实还好哎、欸，这感觉都还好。岩石流血抗性可以拿掉了，心灵焦躁。感觉现在不大有理由投资一等东西，没什么理由投资一等的 hanger， 拿掉贫血吧。虽然我们莫名其妙扩充这个，所以他们全部都可以进来。Faithful beast, a bond forged by battle and bloodshed.
啊，今天应该比较短，今天比较短一点，就直接就先到这吧。嗯，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接下来下一集再来无尽收获吧。